他这一把凤凰，什么西瓦羊刀，好打的，蛮好打的，配个笛子打冰魂，是吧？西瓦笛子羊刀的凤凰，打穿多厉害啊！哎，这边杀鸡了，冰魂杀的吧？应该是对冰魂杀的，灵性一。以前我们记得那时候我们国内打冰魂是必出笛子的，不出笛子打不了，很难打不出笛子。这把凤凰出笛子其实危机也不好打，因为危机中期的输出全靠三法师，一个冰魂，一个琳娜，一个拉比克，输出全靠三法师。他们出个笛子的话，哎，跳举被 BKB 秀了。哎呦，这反应好快，这个影魔。这个反应，但是飞机空大，我这走了，这飞机下。影魔要大，飞机空。炸弹被吸，炸弹吸起来了。哎，冰魂没有大了，冰魂没大了，这波打不过，这波能走几个走几个了。哎，别再开晕了。哎呦，太没了，没留了。但这个盾没了，盾应该是没了，好多。还好幽鬼没死，幽鬼死了这波。这样，我们上波团战打完没有补充，这一波 VG 又涨回来了，但是还是 C9 的优势。我们一定要补充一句，对，C9 很大优势，还是 C9 优势。C9 经济现在领先了12000，经验也，经验持平。C9 优势巨大，再拿个盾来，不知道输什么。哎，幽鬼开大，这个幽鬼有吗？就是这个剧情，小精灵应该要死。幽鬼不敢飞过来，幽鬼飞到下面，飞向了空中支援，秒掉，飞机。漂亮，飞机剑砍守豪，凤凰也没血，被肉他拍死了，神奇的肉身，神奇的肉身拍死了凤凰，有打幽鬼，这边有个拉比克，开 FY， 哎，发飞机的秀，飞机弹，这影魔，这把影魔打得好，这个盾好像是没办法了。冰魂也没活，这波有点伤，幽鬼满活，哎，幽鬼有龙息啊，满上了，满上要打，能打这波，为什么不能打？一个 D， 这个盾不给你，这个盾叫不给你，不给你。哎，影魔不敢走，他空血，影魔踢倒了，幽鬼打盾。这一波我要给砍手豪点个赞，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他回去买了一个刷新球，刷的大，他上一波团战放的大没大的。他这个刷新球是大家卖的，幽鬼右山已被天辉军团发条奶奶，这个刷新球出的好有灵性，灵性好比灵性了，幽鬼后期就能要给一个刷新球的。幽鬼的大招砸船太屌了，他刚才大招 CD， 他不回家买刷新球的话他来不了这一波了。听我说还是那波，还是那句话，帝国很优。C9 应该这样说 ，BG 虽然说打回来一波，但帝国还是有优势。对，因为 C9 没帝国，没帝国了。对 ，C9 口误，跟着566被套进去了。口误，讲道理吗 ？C9 优势还是很大，看这影魔的经济。只能说赢了这么多团，影魔的经济依旧排第一。脚还是刷，还是他会刷。这一波眼看预计要赢了，刚才那波影魔没死，影魔现在身上带了6000块，他好凶，有人说我要把影魔变尸了。我的，影魔刚好又是三分之一血。哎，表弟更新了一个装备，他的名字叫天堂自己，后期还有用，对面 PKB 时间短了。丽娜5200的存款，包子留了好多钱，要做羊了吗？好像是跳羊嘛。我怎么有感觉这个影魔要出圣剑啊？没必要吧？他有必要啊，他绝对有必要出圣剑。幽鬼这个合适，讲道理的话，幽鬼这个合适不怕圣剑的。影魔出还不如飞。真的，冰魂加幽鬼，后期冰魂只要大到人，没有任何英雄能打得过幽鬼。只要吃了冰魂的大招，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出撒旦啊，他血量已经够了。影魔，影魔再跟撒旦吗？对啊，他没装备跟，还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专业的解说啊，不能误导新手。你让影魔出撒旦，你不是把他做爆高？飞机已经陷进去了，你还让他再陷进来？不能瞎逼男啊，我觉得那他没什么装备好看啊，看着呢，好吗？这个太过分了，有点把观众误导了。幽鬼这一波刷新带盾，虞姬好像想组织一波反进攻啊。刷新带盾两个大，可以把酱油全赶走。
你们看一下 F1 的经济好吗？哎，这边包子，包子也是做出了羊刀，没有留钱买活，这一波 CG VG 是要 VG 是要把 CG 给吃了，有鬼三条命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上高上高好打吗？不好打，有鬼高不过你，三命有鬼没那么难打，刚不过你魔，关键我觉得上高还是狙着点，好像是不太好上，没人敢 A 这个塔，你魔扛在前面。哎，选手不要被秒到，被秒到活了。哎呦，妮娜也被秒了，你不能买活，妮娜也不能买，但是飞机妮娜都不能买，先打给面弹。今天有鬼有三条命不慌，带头小心不慌，再起来还是一条好汉，是打的跳局跳局不慌，我看能不能秒掉，投了个一模大，但是不慌开出了 BKB。哎，这一波还是小心点，幽鬼是不能买活的，但是他身上有个奶酪。幽鬼幽鬼可以买活，宝哥宝哥、啊、他上一波不是买活的吗？肉山可以买活，他上波没死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刷新飞过来的，举起来一模一模给上一模，被被推上发条开启的盾甲冰封住一模一模要买活，开铺！你莫买活，六鬼还在奶，还有三条命，还有三条命。我对，对死了。打超神好来，分身来。这边给一个微光，披风抬一刀，中路高破。这边小精灵马上复活，中路这个塔能不能拆掉？哎，上了吗？不敢拆了，不敢拆了。全面加。稳一手，稳一手。基地，家里家里很危险，家里不行了。现在还输一手偷家。对，精灵会带人飞的。现在还输一手偷家。一定要小心，以蘑菇交换飞鞋了，换了换了。所以说以蘑和飞机这两兄弟拆家还是有点屌的。对，现在还输一手偷家的。你看以蘑他做了一个支配，他确实缺一个。但是幽鬼这个盒吧，在防偷家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因为他是先从家里直接搭过去的。这是幽鬼打后期8000的存款，哎呦，还能更新装备，蝴蝶，还不错。对面就一个进攻棒，以蘑没有。没手蝴蝶。我觉得这是干嘛飞过来耍杂技了，这边已经300已经不会玩，哎，这边已经开始艺术了，艺术了，艺术了，久违的久违的久违的艺术，看来他们是要劣势他们才会艺术啊，他们优势他们不瞎逼玩，劣势才瞎逼玩，火箭已发射，不去劣势就开吵吵架，吵架不开心了我就自己玩自己的，你玩你的我玩我的。如果更新蝴蝶还有2500存款，有钱买活，再等刷新球的一个 CD 上高吧。六神装幽鬼，蝴蝶的话，隐魔界也有点抬不动这个幽鬼了。这波是还是上的 ，VG 打回来很多很多波了，但是帝国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，没破路，刚才那一波并没破路。他们现在是每波都把飞机秒了，如果一波。没打好吧，这飞机没死的话飞机还是不好打的。破远程兵营讲道理是不能算破路的。对，这一路现在是 VG 被破路了。开沃李波要打屁股吗？降飞机差50块，蝴蝶这边密室位有没有高，哎呦晚了一点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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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机蝴蝶了，虾哥成功转型五号位，我操，虾哥，虾哥这把不容易啊！其实说实话，前期那么肥的发条，中期是可以撑住场面的。对啊，他肯定是断节奏了。减肥的这把发条前期是，哎，我发现一双鞋。飞机蝴蝶这一波飞机也很强。你发现是什么鞋啊，宝哥？就是 C9 的高地下面中路有一双鞋，不是谁丢的？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拿，换了吗？膝盖换了吗？拿 C9 这个标志的下面。啊、说实话，我也没看到中路嘛，看到兄弟。为什么你能看到，宝哥？难道是我幻觉了吗？兄弟啊！没看到啊，幽鬼这个位置看见没？看到了看到了，速度之鞋
那有鬼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哎，打起来，打起来了！哎，大甩空了，跟你们说个不好的信号，要跑要跑，这波要撤。但是凤凰大白加了，这波还行啊，有鬼加个大，凤凰加个大，中路中没特价，可以接受。凤凰这边是不好打的，但是等冰魂一个大可以打。对，要等冰魂大，有鬼是有刷新，有鬼是可以买，还是没有破路？哎，刷新了，已经刷掉了，又是破了半路。哇，哎，福尔德拉皮克出了个灵动星，好飞啊！大招几秒啊？大招1.5秒，1.5秒，江湖人称无限偷，最强形态，斯拉比克最强形态了，六神，这回合打个团放十几个技能，大魔导师，我操！哎，下波团要看 F I 的操作了。但是我感觉没有羊刀好，说句心里话，讲道理的话，我也给羊刀一票。关键是对面技能不好，没什么好偷的技能。他本来就是两秒嘛，变成1.5秒，没什么差别在哪呢？没有什么提升，两秒变成1.5秒，有个蛋的意义啊！对面就痛苦之源的技能可能比较好一点。还有羊刀肯定打大后肯定是羊刀好。现在虞姬要小心一手 C9 偷家，他可以偷小精灵一个大飞过去，再偷小精灵一个连，带大哥飞过去。再偷小精灵一个 V 好不好？连着 V， 真是被偷仔，想偷就偷，化身为小精灵。幽鬼还可以吃一个隐月之精，对，装备就拉满。哦，闪失，闪，这样的话就是鸟里面怼个闪，怼个球，放大了刷一下，就是两个大酱油基本上就倒了。这个七神装幽鬼吃完银月以后就是七神装幽鬼，现在是七神，哦，现在是七神，吃完银月就八神装幽鬼。但是对面都有无敌披风啊，无敌披风啊也有点克幽鬼。有人说飞血，其实幽鬼不怎么需要飞血的，他出个相位的战斗力不会比飞血差多少。这一波刷新大，两个大，想去哪就去。哎，又是一个羊，一上了。这一下大爆人了，很关键。被微光救了一下，没死，医生吗？什么情况？被微光救了。无敌披风，精灵一毫不切了。小精灵是给了微光，好像自己死了，他没微光了自己。好，没过去啊，他这波没大。下路兵营正受到攻击。应该要撤了吧，危机要撤了。撤了。危机现在不用急的，因为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实在说不下去了。刷新也是 CD 的，刷新还没好，还有30秒。他应该是等下一波大招转好以后，双大再来一波比较科学。现在直接把大招刷了很蠢。一局就这样打，抓一个人我退一波，再抓了一个人我再退一波。这样出来打，但是没误。中路兵营正受到攻击。打盾，现在 V 打盾对的，酱油们需要盾补充一下。这边 C9 在犹豫，是打呢，还是打呢？打不了 C9， 没有小精灵。打不过的，走了，飞机走了。小精灵很重要的，对C9来说，这个盾给幽鬼拿比较稳啊。把闪失换了，不要闪失。幽鬼应该不会拿，应该不要，他应该没格子，他现在有买活的。战斗力不强的呀，一个盾肯定战斗力要比闪失强的。哎，兄弟，讲道理的话，幽鬼在家里泉水把刷新停着，死了买活捡刷新再大过来一样的。三条命更稳，只能说。要不就把闪失扔了吗？那一顿的话就把闪失。闪失没有什么战斗力啊！你要那个发条拿个盾有用吗？他能干嘛吗？哎，他一千800伤害，跟飞鞋了。还是跟飞鞋了。算了一下那个，买不了，等一下过一下就买不了了。你看这个钱在跳，还能再刷点啊？他完美买活啊，不。他是可靠金钱不掉的，宝哥。对啊，你看他下面买活金钱在跳，能买的绝对能买。现在2023、2024了、哎。不是的，他怎么跳上去就买不了？他是怎么跳都能买的，兄弟啊！兄弟啊，我不想跟你争了。是吗？他是怎么都能买的？因为他每秒钟他也在加钱，兄弟。他加的不是那个金钱。你自己看现在买活金钱，我已经保个一手。2028、2030，他现在死了就买不了了。
他什么叫全岛？兄弟，这个东西我研究很久了，可靠竞争。我听宝哥一首，专业。他现在只掉钱，就对，而且他刷的钱是会掉的，他刷的钱是会掉的。但是还好，这八块钱燃病了。对他打团肯定收，打起来只要蹭个助攻应该就够了。他杀一个人就可以买了。对，蹭个助攻也行，值一块钱问题不大。一九忍不住了吗？要凹了吗？现在19是看一下买活吧，现在基本上只用看买活了。凤凰买不了，小精灵买不了，痛苦组员买不了，就双大哥能买。痛苦之源好，胆子好大，干嘛？来这边秒秒飞机，飞机又被秒了，一数发条，发条这边勾掉了痛苦之源，受到攻击，直接带走宝石也捡了。现在危机 也没那么急，他们也不急，他就等 C 九演艺术了。现在 C 九出不了门了，出门幽鬼一个大，阳道就死。刷了，这边刷新了。但是我想说，还输一手。圣剑飞机和影魔还输一手偷家，小精灵带影魔偷家，还输一手偷家的。到这飞机肯定会跟圣剑亡命一波了，要跟的，这飞机肯定要跟，还要亡命一波的。出圣剑，他这现在出什么都没用，预计现在打团必须要秒飞机，飞机秒了就能打。魔化大飞西九要偷家了，我跟你说他不打正面了。哎，他为什么突然换个大飞啊？大飞鞋是什么吗？就是小精灵带一个人飞过去，然后醒魔再飞过去，啊、三个人。他飞人，他要偷家了。他这样的话，三个人可以飞过去。那幽鬼回去不一定打得过，而且他们现在肯定在看 BG 身上有多少 TP。先破一路，先破一路压金。全面加速。先看一下 TP 啊，这边冰魂也有飞鞋，八条可以踢。丽娜是踢不了的，拉比克也踢不了。到了该队。已被摧毁。小精灵嘛，这波关键是小精灵。一波完全打不动幽鬼。哎呦，空大了一波。偷大了一波。哎，拉比克是偷了一个一波的大招。这一波天天送大招给拉比克。拉比克大应该飞机买了个偷家了，他偷家。绝对是要偷家。这边 VG 是有塔防的。怎么偷这个家？怎么偷？能强偷吗？偷不了，我感觉强偷偷不了。强偷灰灰湮灭。他们需要的痛苦支援，需要痛苦支援留人。推一手，推到后方，右滚。哎呦，微光救了一手。凤凰、一个大招，影魔被扬了，影魔被秒了。凤凰在后方变大，这个时候小精灵飞了，来了，影魔也飞过去了。我操，的好快。塔防救一手，能回血的。发条这边没有灯，发条没有灯。来了，都回来了。啊，这发条差一点死了。有鬼问题不大，回血问题不大。打不过，打不过。西姐要TG了，偷不动好。回血，这边在回血，根本就打不动。保级，好，这样的话应该赢了，预计应该赢了。急死了。GG 我说 VG 的兵线处理得非常好，对很关键，如果兵线过去真没了，这家强偷灰飞烟灭，强偷灰飞烟灭，风七只能说出装我只认风七，出装我只认风七，风七还是给力，风七这个出装艺术都不行了。他把镇魂石卖了，你发现没？他那个镇魂石买的我真是有点看不懂，卖了。他想出玲珑心装逼还是干嘛？他也装不对了，这个逼不装了，这叫做为艺术献身，你知道吗？艺术是付出代价的，这个逼装不下去了，再装要被翻了。已经翻了，这不可能赢了，已经翻了。他出的时候装一下的，现在发现后面上头了 ，C 九上头了，发现不对的时候就晚了。C 九前中期稳了一整把，真是稳了一整把，就是被拉比克军魂双 A 战那一波直接打崩了，一波就打崩了。幽鬼的这种容错率一直是很高的，这个英雄打幽鬼的体。